欢迎收看 Mondo TV。 好，今天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那个梦想杯的事情。今天的来宾就是呢这次的梦想杯的负责人世嘉。大声一点。已经开始报名了，对不 对？我们是从几月开始报名？三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选手报名。对，然后呢，先跟你们讲，就是报名到5月31号。31号。但是大家赶快来报名哦、喔。然后接下来呢，很多人问的是买票这件事情。观众买票。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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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耶、yeah! ！一般票是800块，然后摇滚席的话是1500块。Okay. 然后因为数量真的很少，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其实还是有就是体育爱好的朋友就说，你们的票会不会太便宜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大型的比赛，其实都已经是2-3千块的票价了。对。然后所以我说，因为我们还是想要把台湾的一些健体健美的一个风气推广给所有的观众们，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用很少的票价就可以来欣赏比赛。对，还有呢，加上呢，其实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嘛，因为这场比赛啊，就是我们只是花到600万，目前还在亏。但是我说先，真的谢谢赞助商大家，真的。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了，像我的代言的这个红酒的厂商他们呢，他们是第一个，就是马上跟我讲说哦好，其实超好的，对，而且真的非常好喝，谢谢亏心，真的亏心的大家，谢谢，爱你们，而且就是超爱，他没有就是任何的条件，而且加上其实红酒啊，就是比较大家不太会连接加那个健身跟红酒这一块，是，对，但是他们真是非常的大方。但是像我现在睡觉前还是喝一杯红酒，对睡眠就是比较帮助，而且让自己很比较轻松的。而且喝一杯红酒，其实热量不到多少，不到多少，所以睡眠啊，睡觉前一杯喝红酒、白酒是 OK 的。所以要开了吗？等一下，不是我等一下吧，等一下吧，等一下吧，我就是一直就吞口水。对，然后呢，还有我们这边哦 ，BF 是我们的体香喷雾的赞助商，谢谢 BF， 谢谢。非常香，因为像我们那个健身啊、运动啊、流汗时候，就是男生就是有点是体味嘛。虽然说我是香的，就是臭的，没有，我是香的，就是臭的，我是香的，臭我是香。Anyway。香的人是喷一下更香，如果你臭臭的更香，你就直接脱。我不是在聊，脱上衣来喷好了。啊啊！什么感觉？啊！红一下。哎呦，喜欢。好了好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好好，这样。很香哎。很香，可以，我也喜欢。好像那个。海的味道，深海，你也不能上。你不用问我，你不哪里？就体香啊，对 ，OK， 真的很香。OK， 他们还有甜的，而且是还有比较男人味的，就是比较女性味的都有。这个是中男女都可以，我也好喜欢哦。谢谢 BF， 谢谢。接下来呢，介绍的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棒的一个商品 ，CBD。这个东西呢，因为我现在是备赛嘛，那个我睡眠不好啊，或者就是。因为它很累，很累，然后你会觉得全身很酸痛，不想要睡觉。对，那因为晚上我很忙啊，有时候早上也会。我都喷口水了。喷什么？你喷什么？你太、欸、太兴奋了，喷什么？我们要正确。啊，对对对，但是就是那个点一点点舌头下喷，对。舌下、啊，对。真的很好睡，那个因为我常常 po 嘛，很多那个健身的我朋友跑来问，但是这是真的是在力推荐，因为我真的是我的睡眠就是。改变，而且对减肥有帮助，因为睡得比较好的时候，代谢会变好，就会变瘦。是，我吃一下，我们的一次，我们的赞助商，我要吞口水了。谢谢石石，反正就是石石英雄，反正你没在减，我有啊。啊，你有？你又在减。他们的那个炸鸡啊，因为这边买不止买炸鸡，他们还有那个面啊、拉面啊，有的没有的都有卖，而且他们的酒也厉害。谢谢石石英雄，好好吃哦，老板又帅。我在没有比赛的时候都常来吃，真的很好吃。对啊，因为遇到老板就叫他，你知道，傻逼水水。嗯，卖。卖有卖。我比赛的时候吃这个真的很值得。好好哦。还不容易。凭什么？好来。还是
要谢谢我们其他的，哎，我们鸡肉好了吗？好，鸡肉来这边。源于牧场，他说要赞助我们10万元，价值10万元鸡胸肉给选手。谢谢。10万元的鸡胸肉。对，就是如果你有就是来参加的话，那有抽到你，我们就会赠送。哎，很多口味。真的很好吃哎。还有什么？我这样拿好像有点奇怪。欸，其实呢，我老实说，我没有很喜欢吃鸡胸肉，但是这一家的我可以。真的可以，他是真的会送鸡胸肉给我们的选手，所以选手赶快来报名，真的奖品拿不完，有时候可能超过你的报名费。啊，当然，我就是讲到这个，当然我都谢谢我的代言的阿鲁。阿鲁，谢谢阿鲁。阿鲁，阿鲁是这一次的我的比赛的最爱奶头，对不起我的奶头。我帮他拉一下。我就是阿伦，是这一次的我们的比赛的那个服装这一个是最大的赞助商。最大的服装赞助商阿鲁，谢谢阿鲁。然后呢，也谢谢就是我从以前到很喜欢的日本品牌 Chrono。哇 ，Chrono， 谢谢。这一次日本品牌 Chrono 也现场会摆单哦，这个机会，这个机会真是不容易，很难得，因为你很难得去买到他的衣服，很热是不是？然后还有最好就是我们的 BMW， 真的。哎呀，这个不用再说吧，因为大家太给力了，我要哭了。我跟你讲 ，BMW 超级超级大方，这是当然他们是赞助那个金额的部分有，加上一台重机。重机要给选手抽奖，但是这个选手是有条件的哦，你必须要是前六名。所以所有的项目的前六哦 ，Bikini、Physique、古典。还有传统，都是四个项目的前六都可以抽奖，新秀不给。但是啊，对，还有新秀也是啊，所以是五个项目。对不起，对，新秀也是。对。但是一个条件，因为那个我们抽奖是最后最后面，所以里面的人不能回去。如果你、就是、你不在现场呢，我们就没有让你抽奖的资格了。所以五个项目的前六，也就是你的对手是30名，从这30名里面去抽一台重机，那机会很。只要我们会只会等10秒的时间哦、喔，这个会算。我先讲清楚哦、喔，如果你在现场，但是10秒以内没有喊出来，没有上，就是没有跑上台来，就没有了，就下一位了。但那个10秒多快，就是1、2、3、4、5、6、7、8、9。然后最后是我的，耶、yeah! yeah!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对 对, 對，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还有期待的很多很多厂商呢、啊，像比如说我的朋友的干杯的老板，谢谢干杯，真的是非常谢谢，就是干杯他的老板，就是他个人的迷之支持我，然后就是也谢谢干杯的大家，真的非常感动，谢谢干杯，真的谢谢干杯，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我们的赞助商，这个是下次我就慢慢介绍，先讲好我们的 Q&A 的部分好了，来健身的那个项目的比赛，为什么这次会有一个新秀健体的部分？啊，对，因为呢，这一次就是大家不用误会哦，我新秀这一块只有健体，然后呢，我们这个东西还没确定，我们还在计划中，就是可能年底或是明年的早一点的时间，可能是办只会新秀的所有的比基尼啊，有的没有的，全部都是新秀的比赛，只为了新秀，对，为了新秀，对，比如说Dream Cup Novice 之类的，但是这一次的新秀只有。心情对，健体对。哎，那你为什么要把这次比赛弄这么大、啊？就爽啊！就这样子。没有，不是。我也超爽的，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我一直听到台湾的选手告诉我，包括说国外的比赛很棒啊，羡慕啊。我就是为什么是台湾这个没有比赛？但是国外的选就是舞台真的很棒啊。所以啊，我来做啊，我们来做啊。也是。我这一次让国外的选手羡慕台湾，然后让台湾的选手为台湾骄傲。对，这一次就非常重要。这个东西就是我本来一开始目的。对，所以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因为比如说像那个观展的比赛啊，做的也很好啊，那个 IBB 是那个拿卡嘛，这次做的很好。但是我的方向都不一样，因为包括因为这个东西。每一个的比赛都有特色，是，对啊，我会去观众的比赛，我会去 IBB， 还有台湾协会的比赛，每一个人都有特色，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协会啊，或是哪些就是大家都辛苦，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还有金额的部分，有些就是预算做不了，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为选手做，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的东西，是，对，是，而且我一直在跟大家证明说，我这一次的比赛如果赚的。如果万一要赚钱，
我会这个钱保留下一场比赛。嗯，我们这边当然是工作人员的钱，我当然付啊，不然会他会打我。对，杀死他。对对，杀死我。你看，我们 BNW 就赞助了我们一台重机摸彩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摸彩的一个赞助厂商啊，那个 InBody。哎，他们是送几台？他们送四台。哎呦，太棒了！4万多块耶！我的妈呀，头头。这个也是我们还在讨论嘛，对不对？对，还在讨论。Okay, 搞不好观众也可能可以抽，或许搞不好就是只会先手，还不知道。我们这个还在讨论。赶快在影片下面留言，想要抽奖，赶快，我们就 take 那个 InBody 日荣，再叫他赞助。还有什么呢？我们来一下观众的 Q&A。好。哦，需要观众需要购票，有啊，刚刚讲了，就是要售票价。那什么时候开始卖呢？10月7号啊，七号，因为你的 lucky seven 啊，对 ，lucky seven， 呀呀呀，10月7号就开始，中午12点哦。所以这个片上网播完，大概不到几天就开始购卖。好，好啊。然后那个哪一个平台购买？就是这里。这个 Ticket Plus 售票价。OK。支持一下。好，请问 Mondo 最期待哪一个比赛项目？哎、欸，其实我啦，我这是自己包括我自己去比赛的时候，我不干比基尼的，因为我太累了，就是硬不起啊，不不，就是啊，没有办法投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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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这一次不参加比赛，我是好好就是当主。所以你就有时间看。那只要是我是第一排嘛，所以就可以近距离看到比基尼。对，好开心。没有啦，因为呢，就是说这一次很强的选手，大家再来尬。对，然后比如说，好像这次那个王师傅跟王师傅跟那个 Frank 那个黑人，他们是同一个两子，所以是快说要打架了。对，快说要打架了，一七八也是合作很精彩，大家都很强，这次真的很强。然后，所以这次是我每一个项目都很期待。那个川董也是啊，川董是很强的，大家都来。对。但是大家不用害怕、哦，反正就是说要报名就报名，这是刚刚讲嘛。而且这次就是还有新秀这一块，所以大家就是放心的可以报名。2022年6月12号，在台大综合体育馆的一楼，我们的梦想杯就是在这边举行的。这现在是我们的，对，厂商这车真的很多，超给力的，捏一下哦。贵姓 ？BMW， 阿鲁干杯。哇，这个餐厅，耶耶耶，超好吃，好好吃。还有馆长，馆长，馆长，好。BF， 刚刚这个。还有就是 Bob， 大家知道 Bob， 还有那个 All In 是高蛋白，里面是最早跟我那个答应的，谢谢师傅，谢谢。谢谢，而且听说很好喝，我同事都好爱喝。好，然后呢，就是 SBD， 就是他们的一样的品牌了 ，Body Engineer。Body Engineer。那个配饰会包的，对，很帅。超帅。然后我们的，谢谢。谢谢 CBD， 谢谢 CBD。还有我们这边的，是 Hero。对，英雄。对，还有 Chronos。刚刚讲的还有给力，给力，谢谢给力。这次那个我们的热身的那七彩蛋糕是提供，谢谢，超给力。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日本的厂商 Global Daily， 还有 Japan Crew， 对，谢谢你。日本，谢谢。阿赖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谢谢。这个是这次是我们的那个官方的官方的上色，对、嗯、对。还有 Asahi， 对。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InBody 有没有 ？InBody 日荣，他提供我们这个摸彩的奖项，现场也会来摆摊哦。这是日本的长衫，这是我的，也是在台湾帮我切这一段的日本的工作的 Kakehashi，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还有 Team Join， 就是大家一起那个乐谷王他们代言的 Team Join。Team Join。好，这是我们的官方直营摄影，还有我们的 Fitness Taiwan 品牌产品的一个赞助，是的，原牧场还有 HPT。还有火票是在这边哦，哒啦！谢谢大家，谢谢。好，我现在跟大家说明我们的比赛的那个量级有没有？量级。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后面有可能会改变，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下个礼拜我跟那个赛办的 Rock 还有开哥拍影片的时候比较仔细的跟大家说明。OK， 那从 Bikini 开始好了 ，Bikini 的话。158减158以下，然后158以下，还有163减163，163公分以下，还有168减168公分以下，还有168加168公分以上。然后呢，所有的不是说除了新秀以外的 Bikini、古典、传统、
坚体的，第一名是12000，第二名12000，它所有的那个比基尼、古典健美、传统健美健体的第一名都是12000，对，第二名这么多，当然、啊，必须的，必须的。谢谢你们来参加，谢谢，还有张尚门，谢谢，谢谢厂商，谢谢。还有第二名是8000。8000、嗯，然后第三名是5000块，5000块。重点来了，来，每一个项目的 overall， 这是每一个两者第一名中的第一名，40000块，40000。接下来，古典健美这个比较复杂了。古典健美的话，我讲简单一点好了。A 组的话，163以下。然后73公斤，还有165以下，75公斤以下，168，77公斤以下，170，79公斤以下，这个是 A 组。A 组。B 组的话，173以下，83公斤，175以下，86公斤以下，178以下，89公斤，这是 B 组。B 组。C 组178到180，然后93以下，180到183，96公斤以下。183到180，100公斤以下，185到188，104以下，188到191是108以下，还有三个，加油！191以上，193以下，111，193以上，196是114，对，196到198，118有那么高的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欢迎，欢迎。好，我顺便帮你介绍，如果要颁奖的话，也可以来找孟州颁，他这念稿念得很好。然后那个张总监没？是。65公斤以下。70公斤以下。75以下。80以下。85以下。所以传统健美就是以公斤数去做一个分级。对，然后85以上。对，欢迎你们，总共有6个项目。然后健体。166公斤啊，不是公分以下，对，然后170以下，对，170以下，对，178以下，对，178加以上，对，好，然后大家好奇的新秀这一块，新秀的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钱不一样，第一名是6000块，第一名新秀是6000元，对，第二名是4000块，4000块，第三名是3000块，3000元，然后新秀也是有 overall， 新秀的 overall 是15000块，佛心，还有新秀如果 overall 拿到 overall 里面还盖就是这个公盖的 overall 里面，就语无伦次。所以也太好了吧，他就是参加这个还可以得中奖，当然可以啊，拿一拿会不会就最后买房子啊，有一点难啊，就是就来参加比赛之后可以购物，对，然后呢我刚刚加上这个包含所有的比赛包括新秀的前六，都该抽 BMW， 哇，谢谢 BMW， 谢谢 P 徐平总，反正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就是比赛比较更仔细的拍影片，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哦，留言在下面。对，你赶快，而且大家赶快报名哦。如果还有那个赞助商有兴趣的话，赶快跟我们讲哦。我是觉得真的是可以来参加一下，就算没有得名的舞台啊，还有大家氛围啊，可以一起来玩，真的很好玩。现场还可以逛摊位，对，超棒，很好玩哦，就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如果对那个健身没有兴趣的朋友们，一定可以来，很好玩，就是让你们有兴趣，然后加上我们的外面的白单，就是一个经典一样，很多东西。其实英雄是不是要给所有有戴手环的观众可以来吃炸鸡吗？免费索取耶，你看啦，就是说那个过完饭啊，搓完水就吃一下炸鸡，蛋白质那个普通盐分，很胖回。大家赶快报名了，今天谢谢时间，谢谢，梦的弟弟再次见，谢谢，拜拜。